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米老鼠说电影。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名字叫做《飞天法宝》。影片介绍的是一个叫做汤姆的教授，他智商很高，常识却很脱线，因为他可以跑到美术课堂上疯狂讲完自己的课之后，才发现这里不是自己的课堂。汤姆现在正打算和女朋友安娜结婚，前两次婚礼都因为汤姆沉迷实验耽误了，这是第三次了，安娜嘱咐他千万别再忘了。这次婚礼是在晚上6点，现在还有一段时间，汤姆就又忍不住做起了实验，还发生了爆炸，却误打误撞的研究出了绿色橡胶。汤姆发现这种橡胶非常 Q 弹，给它取名为飞天法宝。汤姆让自己助手小黄给飞天法宝拍了个照，可飞天法宝被闪光灯吓得到处弹跳。邻居家有个胆小的小男孩杰克被吓了一大跳，最后汤姆抓住了他，并利用他做出了一种液态的飞天法宝，不管喷在什么物体上都会有巨大弹性，还做了一种黑科技发动机，可以控制飞天法宝推动汽车。做完这些，他才发现早已过了婚礼的时间了，他急忙向安娜道歉，可是这次安娜伤透了心，还和一个插足男威廉走得很近。汤姆用黑科技发动机推动汽车飞上了天，当他将车停在安娜家上空时，听到了安娜和威廉谈话，得知自己学校篮球队和外校将进行比赛。第二天汤姆来到了比赛现场，看到外校的球队实力很强，于是在中场休息时，汤姆让自己的球队队员们都抹上了液态的飞天法宝，结果下半场队员们个个弹跳自如，身手不凡，顺利拿下了这场比赛。汤姆和安娜谈了很多，还带他一起在天上开车，两人就和好如初了。当回家时，一个富商找到他，并想买下他的法宝。汤姆觉得这人不像好人，就拒绝了。富商恼羞成怒，让他小心些。第二天，趁汤姆家没人时，富商派人到汤姆家偷取法宝。还好有机器人小黄在，一阵横冲直撞，把他们打得到处乱窜。可小黄最后还是没躲过一边打手，用棒子打报废了。当汤姆回来后，看到这一切非常难过。在打开电脑时，发现小黄在电脑里保存了备份，汤姆可以利用这些数据让他重生，这让汤姆喜出望外。他猜到这一切肯定是富商干的，于是和安娜找他们算账。碰巧的是，威廉也是富商手下，这下新账旧账一起算了，用飞天法宝轻松把他们解决了。然后夫妻俩举行了第四次婚礼，安娜知道汤姆沉迷实验，就干脆来了一个视频语音婚礼，没想到又发生了爆炸，不过这次更像是婚礼用的烟花，小黄也被复活了，只不过由小黄变成了小红。话说那个胆小杰克正坐在飞机上，看到汤姆一家正在飞天汽车上，而飞天法宝还飞到了杰克脸上，吓得他不得了。好了，以上便是本期米老鼠说电影，下期节目同样精彩，小伙伴们记得关注收看哦。